到了都。对，好，大大回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欢迎傻傻哥。哎，桃子还有。桃子还有五分钟啦，还一次又一次，一分钟都还没跑热。给玉米翻个面，那个玉米也要翻面。哎呀，桃子快了，桃子还五分钟。新宝养狗吗？没有啊。新宝连自己都要养不起了，还养狗？对呀，我自己都养不起。安小堂哥，对呀，新宝居然要养活自己。阿姨不记得啊，桃子，等你跑回来就能吃饭了。等一下，欢迎蓝色的记忆。有饭吃吗？会有的吧。欢迎曹亮姐，你还是学生，我不可以说吗？你自制单身狗，哇哇哇，好废哇，还在跑。快了，还有四分钟了，不雷哥，是真能跑，被安排了呀，哥，被安排跑了半个小时，安全仔。还有无忧花开，炖鸡丫头炖鸡啊，真好。弄只可爱的狗狗其实可以养人的，谢谢小虎牙哥的情书，感谢小虎牙哥和吃饭饭，谢谢小虎牙哥。是可以呀，但是你得那啥呀，你前期要投入多少啊？谢谢正能量哥的情书，我吃快餐，他们没有得没有不够资金的就吃玉米。对，我有钱。有没有哥哥加资金的？我有钱。韩若叶哥，韩边边，没有。好久没来看了，聪聪哥。好懂啊。桃子加油，还有三分钟。你怀疑狗会很惨？不会的。来，给他翻个。十块钱不够啊。不忍吗？忍。没事，这里太那啥，太高了，这样子就好一点。韩江油哥，这里再给他那啥，脸帅一点。鸡你太美，和我一样就可以了呗。是的呀，就有资金了。他们剩下的资金，他们也可以去逛万达什么的，可以拿他们资金去吃东西。我付，是他们凑的资金，他们可以那个美少女要。谢谢万宝路的十个大雪瓶，感谢万宝路，谢谢宝路哥。哇，我可以吃上快餐了，哥哥可以吃上了，谢谢。新宝想喝饮料吗？给你比心。想啊，谢谢。我的刷子呢？桃子好惨啊，桃子一边跑还一边没有饭吃。桃子你好惨呐、啊、怎么办？有饭吃啊，又被惩罚。你一边跑一边吃饭。桃子连玉米，哎，桃子玉米吃不上了。桃子加油，还有一分钟啦。新宝还想喝饮料，新宝想玩圈圈吗？喝风都喝饱了。对呀、啊、一边跑一边喝西北风。地瓜不管饱，没有地瓜，今天就只有玉米和吴磊哥、秦风哥。真的啊，冻死我啦！还有饮料哦，是雪瓶吗？对，是的，正能量。谢谢正能量的科技雪瓶，谢谢。跟着我三天二九顿，哪有？谢谢正能量哥。
子大到天车喽，哪有？欢迎简简单单。聪明的都避开我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不能说，要有点那个悬念给你们。啊，时间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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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乖乖。桃子累吗？桃子。桃子。桃子，对，正能量哥给你加了一块。啊，谢谢哥。妈妈救我！正能量哥给你加了一块。明天不考，明天我们考其他的。这个表达是啥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突然间就有了，应该是鸡里面露出来的。对。没有刀呢，发不了啊。我刀呢？我带了一把刀。好，心存唯美是吧？给桃子加个鸡腿，鸡腿都被剥了哇。镜头再高一点，这样子应该那啥没事吧？哦，看得到，我看得到一点点，看得到。哎，雨山哥，这样子呢？辣椒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。那人吃独食没有？问啦，什么意思？他喵的！什么意思？我不就黑了点吗？哎哥，什么意思？中间的是桃子，刚刚跑完回来的桃子。阿信别吃辣条了，等会烤鸡吃不下了。烤鸡不是给我们吃的。哎，过往云烟，烤鸡被哥，哎，月月哥还在，我开给月月哥开个烟。哎，钢铁魔。哦。哦，你不要啊！我刚看，我刚看，你请我们吃，谢谢一哥。妈呀，这也太甜了吧！谢谢一哥，让我们能要啥？哇，谢谢！我饭都没得吃，什么还要吃糖？他说这个鸡给我们吃的。啊、给我们吃的，他不吃啊，给我们吃的，谢谢玉玉哥。哦，谢谢。我给你去卡个野，这么好卖呀？就知道是我还说给你烤好看一点，然后给你寄过去，你看。真的，我们真的打算寄过去的。对啊，小乖，咋能要我们的鸡呢？寄过去不忍嘛，他说用微波炉叮一下，我还以为是真的，我还打算下播跟他说，我说那啥，要是坏了我不包赔的哦。谢琉璃哥的火粮，还有一个，我心中总是容易。后面两个妹子真漂亮，那我呢？还香风哥，香风哥，桃子跑完了，好看的点个订阅吧，烤个牌子吧。还没有饭吃，我乖乖。香风哥，鸡屁股我给他切掉了。香风哥，惩罚十八十九，能不能给口饭吃？自己有烧烤架能烤哦，可以吗？你不是妹子，那我是什么？我们都是兄弟，我知道了，正能量哥。感谢哥订阅，他说不能。桃子好，桃子好苦啊！我叫桃子，我叫小乖。小乖，小乖好苦啊！小乖好苦啊！三年前我就说完二十二了，你大喵的，我那啥我就那啥了，好吧？哎，大表哥，后面两妹子谁？我们新主播呀，我们新主播呀，欢迎大表哥，欢迎哎呀，
剪刀来画它，行不行？我有剪刀。可以吧？可以。那剪刀来画它吧，要不然。那剪刀来，农大的。他俩有没有直播间？有啊，你们可以开号那个呀，可以划开了入位。对，我觉得，对，必须罚他上不上两千，要让他们知道社会的险恶。桃子多大？桃子18。新宝啊，是吧？新宝这么乖，快吃吧，没这么快。哇，谢谢玉哥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玉哥。春天，欢迎鬼鬼。你们搜16028残小乖跟新宝 baby 是他们。我没上学呢，我没上学去了。谢谢玉哥，好好读书，天天烧烤，雅典。明天我给你们做个不一样的，给他画吧。那后面有点像冰冰，像吗？脸型像，你们就说像了。竖着那啥，行都行，你来了不？好，等等我点外卖了。桃子你怎么办？12点钟要吃了。我给你，你那能叫外卖吗？我们这能是那个的。桃子拉票吧。没饭吃，哥哥。可以啊，我们的是煮饭姐姐，我们请的煮饭姐姐帮我们做，因为农村的话。外卖点不了，很无聊个。谢谢月影哥的10个大雪瓶，谢谢月影哥，你给谁加？月影哥，好可怜，好可怜，小乖，他给你加，谢谢。他晚上开播，谢谢哥哥。哇哦，谢谢月影哥，再凑9个你就能吃上了。啊，才多少个？你现在11个，还有还差9个。还有9个才能吃啊。嗯，就这个。这么白？对啊，桃子有点害羞啊。桃子你害羞吗？有一点点。给桃子加鸡腿没问题，夜月哥。看烤的怎么样，烤的是不是很好？还差9个。谢谢夜月哥的54个5个6个7个8个9个，谢谢夜月哥的9个大雪瓶，感谢夜月哥。谢谢月月哥，好，吃快餐，给桃子加，可以吃，我点外卖了，我点了，那3个人都变零了，点了就变零了，改了它，圆满了，圆满了，3个都是零了，几个血瓶加鸡腿，你想给他加鸡腿吗？那我又把这只鸡卖出去，我又能挣一笔是吧？3个外卖，新宝来，新宝在这。你要嘲讽谁？要相逢老六？你想嘲讽谁？相逢哥、安仁生哥，还有哥，让他们去跑步吗？你这不能重复卖鸡的，我不卖呀，这鸡我不卖了呀，对呀，就是吃掉它呀。相逢哥，我记住你了。他说相逢哥，他记住你了。不卖呀，谁还卖呀？这只鸡也没有人会那个，我们知道呀。相逢刚刚在呀，给我们吃的呀。等一下可以叫捡的来吃。啊、嗯。给狗吃，你他喵的，啥口味的？给狗吃，这只鸡狗没得福气，我跟你讲，狗只能吃骨头，活猪也好嘞，也有的。狗子没有的那啥了，狗子没有福分了。包子在丫头那。飘了呀？谁飘了？啥口味的？这个口味是我腌过的。晚上腌过的，我腌了一晚上呢。这只鸡我腌了一晚上，狗子今天吃骨头。马尾辫，那个是桃子。相逢老六还在。
喜欢哥德虎粮，你只管杀不管埋的那种，没问题。你们想玩圈圈吗？有没有哥想玩圈圈的？对呀。你们想喝饮料吗？对呀，那里有饮料，我可以偷。你们想喝饮料吗？桃子好看，桃子看看，桃子看看，在这里呢，看看，来，桃子，对，桃子，不要害羞，这是桃子，这是新宝。你们想喝饮料吗？想啊。你们想玩圈圈吗？可以，对呀，我们可以套饮料，哥哥们。我们有零食，他自摸辣条就是套的。对呀，好多新人，感谢哥订阅。今天奖品又更新了吗？我们有饮料，给你看一下。桃子加微信吗？你可以去他直播间加，悠悠哥，他有直播间号的。桃子好搞笑哦，还害羞。嗯呐，看我们还有饮料，有罐头，有 AD 钙，有维 C， 还有柚子，还有水果呢，可以加的呀，悠悠哥。你们可以搜16028，然后一个残小乖，一个新宝 baby， 就是他们的直播间号。哪里远了？一点都不远。谢谢万宝路的660，柚子能，绝皮能。万宝路，新宝套十次，万宝路他叫你。谢谢。快上哦。阿姨，说鼠哥，说鼠哥，早，中午好呀。女孩子说话别扯嗓子啊，我没扯嗓子啊，这是我正常的说话。真的，我说话就是这样子的，我没有扯嗓子哎。你要套哪一个？你套饮料吗？还是套什么？谢谢。吓人，我声音很吓人吗？哪个？可以，你可以尝尝。湘潭哪里呀？湘潭石潭。欢迎星月哥，像卖货主播，真的呀。谢锁鼠哥虎粮，我嗓子有点废。新宝加油，那个浦口就在你面前。欢迎小月亮，谢锁鼠哥，差一点点。新宝还是那个新宝，欢迎金西哥，卖货主播这样饭都吃不上，碰到了呀！你看碰到了呀，碰到了呀！你看一下，碰到了呀，都在旁边。浦口呢？安白越野。加油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要套中了才算。加油，新宝，你能行的。我十个都套掉，一个都。谢谢锁鼠哥的樱花。新宝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新宝，你还能行吗？桃子直播间是哪几个？桃子直播间呢？你们可以284419702844 1970。咋感觉回到了昨天？你再给他十机会，他必中。真的，新宝是不是？对。新宝他说对，再给他十次机会。太难了。都包围了，对呀。我包围了。哎呀，谢谢万宝路的660，再来，新宝，再来十次。再来，谢谢万宝路。去吧，昨天也是20个圈才中，你要相信他，新宝是吧？新宝他说我可以的，我一直在抖。这个风刮的我巨冷，我镜头都要拿不住了。我，你连你自己都不相信，你要相信他。来，我们对准他，先宝加油！一呀，加油！一
起流鼻涕吧，真的，我都流鼻涕了，他要换一个了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就差一点点。加油，啊、你可以的，你们那忍嘛，月月哥。这啥呀？哎，好难呀。好难呀，哎、呀，加油，不难。你请我们喝吧，别套了。你看中了，中了，我二十个圈又中了一个，二十个圈又中了一个。那请我们喝吧，最后一个中了，对呀，替你喝一口，哎，小团团，哎呀，很好喝啊。最后一个中的。天哪，昨天也是这样子，昨天也是。对，昨天也是。可以。可以啊，我们可以凑凑资金，等我带他们去逛万达。玉玉哥，真不客气，直接喝，拿起来就喝了。我们可以那啥，还要玩吗？还有哥要玩吗？对 ，AD 盖，俺彼此哥，谢彼此哥的虎粮，谢彼此哥溜溜虎粮。县城去吗？县城呢？县城去不了，县城得那啥我。对啊，逛万达，我们可以凑凑资金，等会我带他们去逛万达。都没问题，看 V， 不用帮我们送送人气就好了，不用，真的不用，帮我们送送人气就好了。感谢哥虎粮，谢谢。我们村里的万达呀，还要不要放点炭，搞点炭吧？有点冷，我去。这个玉米怎么不烤了？在烤啊。没熟啊。怎么把它背过去了？我放着这烤的呀，谢谢小虎牙哥。青宝是你花重金，村里的万达，万达对，村里的万达，我们的万达广场，花重金培养的哦。对，谢无聊哥，操圈手，对，以后会越来越棒，以后会越来越棒的。等以后我的摊子都被青宝套倒闭了，我们村有啊。我们村有啊，我们村有啊，有，我们村有万达。谢无聊哥的虎粮，谢谢无聊哥。谢谢。啊，我的玉米，我的玉米好惨呐、啊！我的玉米好像是最惨的。火，好嘞。玉米着了，等一下三百块又没了。啊，这玉米是最惨的，好像。为什么我也要放你们那边去烤？我要放你们那边去烤，我这个最惨的，我这个玉米，我不要它了。旁边女生好漂亮，嗯，可以点个点订阅哦，卡个小牌子，哥们，三个虎粮可以三个冰鞋。对，我妹上学去了，我妹上学去了呀。刘朋友，朋友还木一个，你也留了，你们能忍吗？年轻就是好，真的，今天风太大了，我都没想到今天风刮得这么大。浙江也冷了，你在浙江吗？我有他微信，我肯定有啊，我还发给你，不成你去改呀。陈发都在那个，你浙江哦？浙江好像远不远呐、啊？我没去过，浙江没去过。可以烤熟啊，都烤得这么熟了。对呀、啊，哇，好多油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要让它肉油。欢迎仙仙，今天有点冷，所以熟的慢一点。天气热的话，两下。欢迎可乐。没有，我们有快餐，我们点了快餐。
这个呀，这个是义乌，那肯定知道啊，妈呀，义乌，义乌小商品最多啦。你就是义乌的吗？这么久了还没收，风大呀哥，风大呀。哇哦，那不错啊，那边听说都那个，人家去进货，进那些小商品都去这里面去进。旁边都谁呀？这个是小乖，也是桃子，这个是新宝。有机会肯定要去那逛逛，人家那都是按批发来，和云天哥。哦，小乖。地上吧，在地上，在地上。便宜，嗯呢，都是按几块钱批发这样子去。东西全对，啥都有。安呆呆，安千年小叶，安柚子哥，烤的鸡呀、啊。啊，冷死我了！哪里有老师啊？明天烤乳猪，我现在流水暂时支撑不起我烤乳猪，等哪天我流水那啥了，我可以烤乳猪。哥，我现在，我一天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我还要养他们两个，妈呀，这乳猪，那啥了，乳猪你买，烤榴莲都难。那我们来凑资金吧，怎么样，哥？谢谢小伟啊，哥，大雪饼啊，我们可以凑资金。我们，对，烤榴莲都难，还烤乳猪，我们来凑资金。我们资金多的话，我请他们吃顿好的。谢谢小伟啊，小伟啊，加资金吗？给我的。谢谢小伟啊的大雪饼，谢谢小伟啊。因为这样子他会矮，对，矮一点。哎，对。谢谢小伟啊，感谢订阅。没有那技术，我可以学。好，你先去忙会儿。你吃了吗？小乖成年了呀，小乖18了。冷呢、啊，现在还冷呢、啊，现在还冷呢、啊。新宝不也成年了吗？对呀、啊，都成年了呀。不，未成年不能直播，你不知道吗？谢谢 TC 哥的火粮。不是呀，你是说呢，是吧？你们爬墙头没有？那你还开不了锅？你刚刚16岁，不会吧？那你这不会让我退回去吧？我没钱的我。对呀。你别这样，我害怕，哥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肯定成年了呀。对呀，那不是吗？那我这。我害怕，我一周回到解放前。欢迎冉冉，你才4岁，祝你。欢迎空气哥。
肯定有啊，感谢各位粮。留下来了你的萤火，谢谢小慧牙哥的火粮，谢谢小慧牙哥，中间的好看，嗯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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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喜欢可以点个点订阅。欢迎静哥。欢迎长哥。没电了。你这都点好久了，可以给他们。丫头 ，Hello， 阿爸 ，Hello， 谢孟总，谢谢孟总，嗨，不是啊，我是彪的，冰冰 ，Hello， 12:01，安美玉，加油，哥哥，哎，他在那边吗？订阅都好看，对，没毛病，我们来，嗯，玩一把。输了的话，你们输了包我们明天的食材，我们输了去你们那跑两圈。欢迎烟灰哥。你们输了，你们三个来我们这整两圈哦。好，跑两圈。嗯，跑两圈。跑器材，跑器材吗？对呀、啊，跑器材。他们这个玩的大了哦，丹丹。亲宝，能不能有没有啊？有没有信心？明天他帮我们食材，明天吃顿好的。上个电视。这样子、啊。对，有没有信心？我们来上个大电视，兄弟们。哥哥们。看看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啊，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，有信心。明天小妹吃顿好的。想，他们说想吃顿好的，即使不能输。感谢小伟阿哥的樱花，我们来一起上电视，坐过来，我们全部在镜头拉票，加油啊！就全部都看得到，要全部都看得到。对，我们一起那啥，就看，对，看着手机拉票，然后也那啥。谢谢哥们的火粮，我们一起来上上电视。刘正火粮，欢迎木可哥，明天让他们请我们吃顿好的。谢谢韩哥哥，谢谢小虎，谢谢长哥，感谢哥们的火粮，三逼。谢谢小虎牙哥的情书哦，我们可以撕情书哦，情书说不定会爆东西。谢谢梦想哥，一起那啥呀？加油呀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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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樱花，谢谢虎粮，感谢谢大好哥的虎粮，谢中中哥，谢浩然哥，感谢哥虎粮，谢苦咖啡的虎粮，会不会快离？欢迎哥，有虎粮的哥可以丢丢虎粮。我都在堵着我。谢会不会哥，谢小金哥的樱花。安小虎牙虎粮局。谢谢小虎牙的樱花。你有虎粮的丢丢虎粮，我们可以私情书，情书上面要放东西的。谢谢小虎牙哥情书，感谢小虎牙哥。谢时光哥的虎粮，欢迎云朵哥，谢小虎牙哥的情书，感谢小虎牙哥，谢会不会哥的虎粮，肚子饿了，谢小虎牙的虎粮，谢猫咪的虎粮，欢迎刘大爷，加油啊！欢迎冰冷哥，青山哥，谢谢假装哥，欢迎帕蒂爷，谢顾九哥的情书，感谢顾九哥，谢谢可乐的虎粮，感谢可乐，那是保镖，什么男人，那是保镖，安保人员，你没看清明白吗？真是生我的虎粮，真爱小乔会生气，谢谢小虎牙的虎粮，谢可乐，好笑。我们家有来试试情书的吗？感谢订阅，对吧？安保啊！欢迎言之有理，试试情书的吗？欢迎无聊哥，欢迎刘少。
谢哥火牛羊，谢小虎牙哥的樱花，感谢小虎牙哥，欢迎长青哥，对，当安保。没毛病。上个电视吧。虎粮也是爱，对呀，三个虎粮，三个变形，谢谢代号哥的虎粮，谢代号哥，欢迎明月哥，感谢哥订阅，我们一起动一动，欢迎真哥，金宝想吃个好的，桃子想吃好的，桃子也想吃好的。谢阿峰哥的虎粮，谢时光哥的虎粮，还有乌兹，欢迎哥，欢迎虎牙哥，还有葫芦娃，哎，欢迎海阔哥，欢迎谢阿峰哥哥的虎粮，感谢，谢谢虎粮，都差不多。丢一丢情书丢一丢呗，没赔。那个上上电视呗。谢谢明月哥的虎粮，来明月哥，谢小虎牙哥情书，很贴心的。谢谢乌兹哥，感谢乌兹哥的情书，感谢哥情书，谢谢哥。感谢哥们的上电视，我们家也请上电视呗。哎呀，金宝上才艺了，上才，谢谢月月哥的上上签，谢谢月月哥，抱一个吧，哇、啊，这上上签太黑了吧，谢谢你，谢谢月月哥，谢谢月月哥，谢小虎牙哥，赢了跳舞，对，赢了给跳舞，金宝赢了给你们跳舞，可以，谢谢月月哥，我们家还有来试试吗？上上签填了好多了，哎呀，叔叔你来啦。叔叔，谢谢叔叔的樱花，谢谢小虎牙哥的情书，谢谢小虎牙哥情书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哥的虎粮，好久不见呐，叔叔，欢迎哈哈哥，我们也一起来试一试吧，感谢订阅，我们明天能吃好的吗？哇，谢谢叔叔的谢谢叔叔，感谢哥订阅，谢谢叔叔，感谢哥订阅，我们一起试一试。说不定就出来了，填了好多了，感谢哥的谢谢东三号的，哇，谢谢叔叔的金雕梦，谢谢叔叔的金雕梦，欢迎魏哥，谢谢五弟哥的樱花，谢谢小虎牙哥的情书，感谢小虎牙哥，谢谢月月哥的情书，抱一个吧，填了这么多了，谢谢月月哥，抱一个吧，妈呀！谢小虎牙哥虎粮，谢谢两个的樱花，谢小虎牙哥的樱花，感谢小虎牙哥，其他的不多，谢谢帅哥的虎粮，金哥，我们一起团一团，我们可以的。为了对，为了看跳舞，拼了！可以，喊一首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给你们跳。上我那一哥。哦，不是，不是我哥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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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同学，他是同学，有些是有些。感谢订阅，谢谢空间哥，感谢空间哥，彼此还是不租色的樱花，谢小弟的樱花，谢苦咖啡的六六，感谢苦咖啡的充电宝两连金，谢苦咖啡，谢谢叔叔的上上签，上上签，我们要哇出了一辆法拉利，出两辆，谢谢叔叔。活一句，对，打倒丫头，人人有责。谢谢苦咖啡的三连击，充电宝，谢谢叔叔，感谢叔叔，谢谢叔叔的三三钱，抱两个法拉利，终于抱了，填了好多了。他们又追上来了，谢空间哥的情书，感谢空间哥。欢迎小虎牙哥、梦醒哥，谢宽容哥的樱花。谢宽容哥，欢迎梦总，感谢订阅。谢梦总的樱花，欢迎功臣。功臣，臣退，冰波爷。欢迎明哥。感谢宽容哥的情书，谢宽容哥。我们有来试试十个一筹的情书吗？会爆炸的我。谢谢坤两哥，感谢宽容哥的情书，还有林三哥。谢谢，谢谢宽容哥。
我们一起团一团再追一追，差不多谢谢东兴哥的樱花和李双哥，谢谢叔叔的竹蜻蜓，感谢叔叔，抱一个抱一个，谢谢彼此哥的火粮，谢谢叔叔，啊，这竹蜻蜓这么黑，谢谢最美哥的樱花，感谢最美哥北辰的，欢迎云海青州，谢谢最美哥，谢谢欧宝的樱花，感谢花，谢谢上电视。这还有多久啊？谢谢云元哥的火粮，哥，现在还有多久了呀？我们追一追呗！谢谢叔叔的魔法引擎，谢谢叔叔，谢谢爱毛哥的樱花，谢谢四班哥的樱花，桃桃哥、倪晨哥，我们要追上啦，差的不多。谢谢天堂哥的花，电视还有一分钟，哥们可以截胡了。谢谢乌兹哥的情书，谢谢哥，还赖人的，就差一点点，我们一起团一团，有虎聊的哥哥就虎聊，谢乌兹哥的情书，包了个三三，包了一个三三，电视还有四十秒了，乌兹哥，安圈圈哥。我们一起团一团，有虎粮哥丢丢虎粮，谢谢彼此哥续费，感谢彼此哥情书，谢谢彼此哥的情书，感谢彼此哥，谢谢圈圈哥的樱花，感谢哥们的情书，谢谢圈圈哥，冷死我了，哎，那不能抽，谢彼此哥的虎粮，谢绝不放弃的虎粮和轩龙哥。谢谢小虎牙哥的大雪饼，感谢小虎牙哥昆仑的中暖，谢谢小虎牙哥的大雪饼，感谢小虎牙哥，谢谢小虎牙哥。我们再来上一个，我们追一追，再来上一个第二试，哥们，我们再来试一试，我们一起团一团。谢谢地美哥，感谢哥们的热火，谢谢小虎牙是女生，小虎牙是女生呀，谢彼此哥，谢余顺烟南，我没看资料啊，谢韩哥哥的虎粮，谢乌兹哥的充电宝，差的不多，加油啊，对，这个是桃子，哥们加油啊，明天想吃好吃的，明天想吃顿好的，我们也一起来试试情书吧，情书说不定就出来了，我们说不定情书就爆了，感谢弟妹哥的回言啊，没有人帮我们了吗？有没有哥一起来动一动的？感谢哥弟，我们家有人一起试一试的吗？那你们别让桃子输呀！谢飞哥的樱花，来飞哥，谢谢爱哭，来救我！加油！加油呀，哥！谢空间哥，我们在一起造电视吧！谢谢空间哥，谢坤荣哥，感谢空间哥，我们一起动一动，其实不能说。谢谢空间哥的情书，感谢空间哥。谢谢哥哥的情书，哎呀文哥嗓子都喊哑了，妈呀，感谢订阅和乔玉哥，我们也可以试试上到前试试的，谢谢昆仑哥的情书，谢谢昆仑哥的情书，还有七分钟，还有七分钟，谢谢昆仑哥又抱了个三三，抱了全是三三我，谢昆仑哥的情书，感谢昆仑哥嗜血哥，我们也赢了新宝给你们跳舞，明天又能吃好吃的，谢谢乌兹哥续费，谢谢小弟哥的金樱花，谢绝不放弃的虎粮，谢飘渺哥的虎粮，谢谢乌兹哥送的情书，谢谢乌兹哥，感谢乌兹哥，子木哥。
赢了，没问题，我们三个一起给你，我们一起动一动。先无此刻去说好继续和谢和一个帮帮我们吧，救救孩子吧。感谢哥们三连射，先无此刻去说抱一个吧，情书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欢迎锤子哥，锤子哥好久不见呢，先无此刻。我们家有没有一起来试一试，一起团一团吧，哥们。啥时候充老鼠微信，你可以去他直播间卡。谢谢胡小梁的樱花。安生情无卡卡，谢谢无子哥，安锦同学，安生活的，谢谢无子哥，抱一个吧。南怪叶，什么鬼呀、啊？情书这么黑，什么鬼呀、啊？抱一个吧，谢无子哥的情书。欢迎林浩哥，欢迎林浩哥，谢无子哥。谢谢无子哥，我们看了太小了，旺旺，有没有哥动一动的？感谢丁月，金宝不想去受苦啊，桃子也不想去受苦啊。谢无子哥的虎粮，感谢无子哥樱花，欢迎一生哥，欢迎一生哥，还有哥的追求。上了电视吧！谢谢北姐的樱花，感谢北姐女的火烈羊，谢谢玉生哥的樱花，感谢玉生哥。电视我们在一起上一上，百二十四分钟了，我们有希望的吗？啊，还有四分钟！欢迎黄大弟，不想听好了，谢谢，拜拜。有光吗？有光吗？我去拿了光来。我去拿光来。有光吗？哎，叶子哥，我们家有光吗？金毛猫，谢谢小猫咪的情书，哎，老婆，谢空水哥的樱花，哎，饮一杯为水。还有四分钟啦，有光吗？再一起上电视呗。我们家还有光吗？谢谢小虎牙哥的奖杯，感谢小虎牙，谢谢小虎牙哥的奖杯，感谢小虎牙，真不出啊，脸这么黑吗？不黑，黑到极致就是白，要爆了，真的，相信我，无子哥，相信我，谢昆仁哥的情书，感谢昆仁哥，谢昆仁哥，感谢小虎牙，谢谢小虎牙，还有苦苦哥，还有枫叶哥，最后一张，还有三分钟了。谢谢小虎牙哥的粉丝牌和繁华哥，谢谢小虎牙哥的情书，谢谢小虎牙哥，欢迎甜心哥，真要爆了，感谢订阅，甜了这么多了，我们天天甜，天天甜，谢谢，就没爆，欢迎南之君，谢谢无子哥去飞，谢谢无子哥去飞，无子哥给我无子哥抱一个，无子哥抱一个吧，无子哥，欢迎R5哥，抱一个。我带着光来了，无子哥，抱一个，还神速哥，什么鬼，还不抱？谢谢无子哥的情书，抱一个吧。什么玩意儿嘛，这都不抱，好难呀，我的妈呀！上上签，很黑呀，妈的，那签了多少了？都黑呀、啊！我的妈呀，好黑呀、啊！虎牙哥的樱花，谢无子哥樱花，谢谢无子哥，这是鸡。谢无子哥，电信社等不完。太难了，亏了。中间的是桃子，还有丽儿。还两分钟，还有光吗？你们喊喊吧。还有光吗？真的。要相信光呀！我们不加油，加油，不辞哥，加油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。还有一分钟啦，还有元起哥，还有元起哥，还能动一动吗？光都不绿了，谢波浪哥五粮灭法
涅槃哥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啦，我们家还有希望吗？谢谢樱花，还有一分钟啦，还有一分钟啦，南之哥，再来一起上电视呗，有虎聊的就有虎聊，我们一起团一团，谢小哥的樱花，小浩浩，安白杨哥。谢谢小感谢订阅，谢小哥，谢欢喜哥，感谢哥们的樱花，截胡啦，还有五十秒，还有五十秒啦，谢谢欢喜哥的樱花，还有四十秒啦，有光吗？安晨也，谢杜杰哥的情书，谢杜哥，哇，五十个包啦！想看他跳舞了吗？你们不想看金宝跳舞了吗？还有二十秒，谢谢乌兹哥，那就是幺三幺九四的。谢乌兹哥，感谢乌兹哥进出，还有十秒啦！谢谢所长大人的大雪饼，还有十秒，五秒，呀，没了，我们要去跑了。谢谢吴慈哥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吴慈，好朋友，你看都喊你们了，都喊你们了，我们马上就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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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就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那我走了，好，拜拜，谢谢各位同学们，好，拜拜。没关系没关系，谢谢聊聊车吗，走，谢谢空间哥，谢谢五十哥，谢谢小伟啊，谢谢谢谢哥们，谢谢月月哥，谢谢月哥，谢昆仑哥，谢谢小虎牙哥，谢谢小虎牙哥，感谢哥们，鞭策还在，还有五秒，走吧，我们要去带上鸡，我们把鸡，别吧别吧，怎么带？我们拿袋子装着，然后放在那个欢喜哥中了，吴池哥你包了，吴池哥，对，包了，干啥去？要去他们那里跑两圈呢、啊，输了呀。还有一号哥，走吧，鸡怎么搞？哎，报了啥？报了一个幺三幺点四。啊，对，报的热气球。对，就是那个一个抽是报那个幺三幺点四，十个抽是报那个一千的。对，气球，走，走吧。这个，圆圆要来了，这个，哎，放旁边吧，就放着它吧。会不会出事啊？会，应该不会。哎。不会啊，那万一呢？不会，这里没有东西。那就这样子吧，没关系的，反正让他考就行。嗯，那走吧。我的喵！被围着，乖乖，给他围着。告白小气球，那也是爆了呀！妈呀，那也是爆了嘛。很难爆的。很好啦。哎，小修哥。挂的，饭都没吃，饭都没吃，还跑了半小时。哎，这个袋子不是在这里吗？这白色的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里面有刀吗？没东西了。没有刀啊，刀哪里去了？我看了，那我的刀没了。哎，欢迎救梦哥。拎着鸡边走边吃，哎，大黄你在这啊？谢超好哥的超分卡，大黄在这。不行，这个鸡不安全。大黄，你不能偷吃吧，大黄。大黄，走走，大黄走。
真香梗。边走边吃。老铁，过来。拿着它吧。拿着它吧，要不然。欢迎秦元哥。开车啊，开车啊，走路走多长时候啊？还一个，拿着它吧，我觉得。我怕它吃掉了。老铁，富宝啊，富宝啊，铁子，有空再来看新宝。好嘞，无此梗。啊。好嘞。五次哥，狗子肯定会偷吃。好重啊，拿不起来。拿得了吗？还梦里一个，我的鸡不能被他吃掉了。嗯，怎么你们呢？扛着他，今天扛过去，真扛过去，他不扛的。扛起自己，让我扛起了。这么冷，我穿了两件保暖衣，我的妈呀，都是加绒的，这个风太大了，吹得我鼻涕都那啥。人家拿过去给他们吃。留一个人看鸡，三个人要去那啥呀？对呀，输了就得惩罚呀。对呀，我们都输了。还抬着走。先放哪里呀？你们一个人来，你先上。对，你先上。然后一个人，一手拿一边就可以了。千里送烤鸡，放屁！我不是给他送的，是我们吃的。这样子吗？这是，哎，放边边。这个先放边边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没关系，你松手。哎呀，你扛前面，我扛后面嘛。这样子。对啊，一个人先扛一边就可以了。哎呀。你要看，你要那个哈带那个了，哎，那个哈带远一点。这样过去都凉了，没事，我回来还能烤，可以吗？我拿凉衣。欢迎黄昏哥。哎，这衣服上全是油了，衣服上全是油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我来。欢迎大寿哥，还吃灰尘。我完了，会不会渗进去？我里面穿的。哦，骑车过去好快，好可怜啊，我们好可怜啊，阿青，我一裤子都了，我刚跑完，等一下还要跑两圈，我腿还是软的，我们饭都没，安琪宝，谢谢一万哥的虎粮，不要狗叫，喊詹姆斯。咱能慢点吗？咱能慢点吗？一会被狗追着，不会的。好家伙！丫头，你们一脸疑惑，哎，我们来找我，他们就惊了。没有超载，没法啊。哎，加肥牛，狗子不要了，狗子他自己会回去的。还超速没有？你说这话，欢迎马仔。完了，上不去。上得去，你要相信他，他可以。对你不要杀，上得去，他上得去。杀了就会后退了。这么快乐的吗？弗兰的农村，嗯，45码没有45码。他上得去，这个电力挺足的。但是后啊，这个前面那个大幅就上不去了。上得去，这辆车上得去，真的，你就一直扭就行了，就不要那啥，不要松就行了。不要松，稍微往后退，我之前就差点摔两跤。我今天早上打滑了，他喵的。啊。把他摔了一跤。这样子啊？对呀，今天早上就在那门口那里打滑了。上得去。电动车的那个。上得去，
电动车的那个，以前我们天。以前我们没门，没事的。这么高的吗？你自开车搭一下，你开车好飘啊！我的妈呀！你们这么飘的呀？你们开车这么飘的呀？怎么办？哇！我的妈呀！能上吗？调一下速，调一下速，变速，变三档，变三档，好虎啊！他们开车，哇！不要吵，不要吵。新宝，新宝跟，我下来，啊！我下来，我下来，兄弟们，我下车，我下车，我下车，我走路，我走路，我走路，妈呀，我走路好。比我还飘，我最起码还刹车，妈呀，这直接下来的，哦，好吓人哦！新宝今天过马路也是，我看到那车，我说你不刹，我看到路我在路口，他还要停下来看两边，他说离这么远没事，直接冲过去了，那车这么近了，他没事，直接冲过去了，我惊呆了，我的天哪！桃子开车就那啥，上得去吗？没电了吗？哦，你要刹一下车，刹一下车，他那个劈那里。对，刹一下。对，刹一下他能走了。刹一下就有电了。对，可以走了吧？他那里是劈吗？就是那个显示那里啊。喂，拿着，我去看一下，马路杀手哦。我惊呆了，我的天哪，他们开车太飘了。那里这是三档了吗？都上不去。嗯，看一下，我来我试一下，应该要下去他才那啥的。小心动都不能动了。对啊，来，我来吧，我推到下面去吧。等一下你放点，推吧。呀不知道上不去，给我吧。小心上了吗？可以了溜车，你要不一个人开过去吧？哦，一个人开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走吧。我的妈呀，真的得吓死！别把速度调那么快，我没调这么快。你下坡的要刹着。对，咱能那啥吗？你也是，你过马路能不能看着点车？妈呀！我看着车。那个车跟我们还有一点距离，这鸡还能吃吗？还有一点，能不能等它过了再过呢？它不敢撞的。我的妈呀，太恐怖了！他们真的比我还飘，我都觉得我开车都挺那啥的。干嘛？你看上我的鸡了呀？先放那里，那里，那中间呢？这里啊，这烟囱这里啊，对。放这，对，把架在这前。好，可以，安全了。嗯，可以。跑吧，跑去吧。嗯。跑吧。他们这还有个，这有个保镖，他不准让我们进来。保镖，随便进。丫头。哎，一炮免恩仇。黑子一跳就没了，不会的。这要爬的吗？我们干嘛？这是哪些美女啊？谁呀？
感谢韭菜哥的回应。耶、yeah, 你再吵明天我打死你，你再吵明天我打死你，我跟你讲，原来是比拼输了，你再吵打死你。你看他们一群人欺负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好弱小好无助、啊、我的妈呀，怎么我们好弱小好无助啊，他嘲笑我们，明天打回去，明天揍他们。好，明天是吧，明天赢他们，我们现在下战书。对，明天能不能赢他们，二三连十连个，明天罚死你们，明天让你们吃那啥，三三零的虎粮，三三零。哎，橘子，没有怕过，我要勇士状。还穿短裤的，他们不忍，我们忍。明天必须，真的吗？可乐，你出多少？衣服，拿给你。天盖一件，哦，天盖一件，爬进去。没有，就个吃的，晕了。我们该干嘛？我们干嘛？扒拉呀！我们爬呀！爬呀！这从哪爬？真憨呢！你们戴手套了？戴。穿裤子不？就穿这个就好了呀。这个弄脏。对，穿我们的裤子好一点。穿你们的裤子。你们学起来，要不我们会长先来吧？我们会长。我们会长先来吧。你别，你个代表嘛，输了你就。先来，大你先来，你先。对，会长先来。真的好烦啊，这个、哎、把这个插出去。哎，我们会长先来，不然这裤子弄脏了。你看这服可以吗，会长？我帮你拿条裤子啊，会长。冷死了。来，不要把你的校服弄脏了，明天要上课。校服是纯洁的，不可以弄脏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拿着。别穿，你直接套到上面就好了，把孩子脱一下，对，站到这个上面。一个一个来，那个太大了，他们穿的这样不好跑。对对，这个是小号的，那个大号他们穿的不好。那灰色的也是小号的，去穿。就这样穿。灰色，那个。那个也是。不。那个鞋子。把那个红旗。不，拿着吧。你们看着吧。戴了。刚把头发扎起来了呀。不会玩，对呀，你们拿着吧，拿着吧。袋子提着吧。就他呢，大大，就你，会长，把我的手套借给你戴上。等一下，肯定比我差。等一下，爬完之后记得还我。大大准备上。还要换装。不要，不用脱。干嘛？这个袜子没脱，没脱了。干嘛？干活干完了。包子不用了，吃我们了，风水轮流转了呀。干就完了。老陈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干了，这个做的不地，把手扳了。就是要在这里爬两圈。谢谢健硕的虎粮，谢谢。来自胜利者的姿态是这样的，来，我们把要走出去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要爬了。你们是这样的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是这样。胜利者的姿态干什么呢？他们来走两圈，没来两圈哇、哦。嗯。我的乖乖，我给你欧爬东西，该丢下来。对。该恐怖，那么恐怖啊！对呀、啊，你怕啦？你不会怕了吧？你不会怂了吧？谢谢哥哥，你不会怕了吧？咱们玩得起就要输得起，你行不行呀、啊？细心，没有丑男人，我们都细心，你行不行呀、啊？细心。那是保镖，不是带吗？细大，你行不行、啊？包子带我玩。没人。包子带我爬，包子带我爬。跑啥呀你，包子，你跑啥呀？来吧，给你计时。来，我们要讲究，讲究的是速度跟那个。还有速度的哇？对呀。我们都有计时的，你要超越。我跟你讲，你要超越丫头啊。就是那啥，跟他们一样去拍就可以了，跟着他们跟丫头那个视角去拍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你等一下，他手机一定要镜头一定要给到我，输给我们了，对不对？你跟着我拍就行了。对。然后他爬的时候镜头给到我，就从这里开始。嗯。来来来。来。谢谢你。你一定要超越丫头啊！他是一分五十秒，你一定要超越。我才不信大大超越我，一分五十，大大给你三分钟。那里有时间秒表，给你三分钟，大大。
你看要记录你想碰哪一个人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第一个，到这个位置是这样子玩的。这是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撑上去，撑，对，撑三下。二三，对。来吧。别人怎么行的？我这个。这样跨，全部跨过去。你们不示范一遍吗？我们都知道。来个人示范一下呀。包子冰呗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都包子。冰冰今天都没玩，你示范一下呗。冰冰示范一下呗。冰冰来一套。冰冰示范一下吧。要不然我们要不懂。到你会，然后我把你拿起来，你可以示范一下。你挺惨的。要不然我们又不会，等一下他们又说不算。是吧，丹丹？等一下他们又说不算。对呀、啊。你穿的衣服，去吧去吧。啊。去吧，不用哭了，不用给他们，我有前进，又不用长下来，对，就说，阿斌有口说不出。喂，喂，喂，铁子，来，别打架，我打架了吗？来抱着他，老板，不能欺负他，老板欺负小狗，哎，你们别去搞他，他会咬到你的，过来。小子打架，对，八万干干那个小狗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示范一下，给他示范是几个兄弟的，队长，你看好了，几个会，看好啊，你没看，你笑什么？又你跑两遍，你还笑，你们俩是笑，没有笑，哈哈，示范不用计时，看到哦。我们包子冰子下去展示，厉害不？厉害哇！第一包就是你了。全身最厉害的你，鸡飞狗跳的啊！要叫出来，你懂没有？这个示范的时候你要叫出来，要真的要啊！真的要，真的要叫出来了，叫出来了，不叫出来就不算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前进，八位，你这个匍匐就知道了吧？然后独木桥，独木桥。啊！一定要叫啊！在那个点一下叫出来，要叫出来哇！不然没叫，没有叫出来就不错。对呀，然后再撑上去。啊！你看又要叫。你看，哇，好菜呀！你也太菜了吧！发条，快点！分手，分手，又要叫，分手。冰冰，你能不能行？冰冰，多年了，我还是犯不上。分手，今天分手。一定要叫出来，知道了。然后这个你们就知道了，爬爬爬，爬爬爬，来手，爬爬爬，用手。先把裤子脱掉，来来来，你们，来，爸爸，你一定要叫出来。校服太大了，都弄着我。勒住。你就闭嘴。没事吧？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来，给你倒计时。刚刚帮冰姐示范的啊，大家来。对，一定要。对呀。一定要啊！一开始，极限啊！还没叫，要叫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啊！快点，跟着前面去，你是不是？来啊！啊！快点啊！快点！快点爬！爬！加油！你在前面最标准，哎，最标准了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！哇！环节是建议不用用手套。哦，期待桃子对吧？我只会喊妈妈救命！哎，叫一声，叫一声！啊！还有三下。包子冰，你做的很好啊！啊，没叫。啊！三三。哦，等等，再来一遍。没有没有，休息一下，再等他们忙一些。下一个人吧。下一个，你先来吧。
不用吗？不用休息吧？嗯，不用休息，继续。我暂停了，我到了多少？休息休息一下。一分四十四秒，超越了谁？超越谁呀？好快！到了，继续。还有一遍，还有一遍。谢谢订阅。应该很重要，是吧？谁让你们输了？因为你们是。你们输了，我建议是他们继续。哟，那换衣服都，哇，这个很累的，你们直接来两圈，人家先农一圈再农。没事，我们可是户外主播。没事，我们是赢了的。我们赢了，我们来了。咖啡，你冲不冲？继续吧。看看这次有没有。继续吧。一分四十四秒。一分四十四秒。这边第二遍吧。这边在开始期待我。开始。来，快点。哎，你不要叹气嘛你啊！辛巴，你他没叫你，赶紧叫，帮忙叫啊！啊！这里也叫。还有安吉拉姐姐。我快了，快，很快就到了。啊！这个。啊！有没有叫啊？一边喘一边啊，哪有这么力气啊？妈呀！在这里呀！啊！幺三幺，大大他们说幺三幺四再来一次。幺三幺四再来一次。没力了，没力了！不要起不来。幺二。万万，谁的嗓门呀？九七的嗓门比我还粗。他说的，因为这里不能说的。对，这个不要戴手套。哇哇哇，好厉害！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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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可以，不用戴手套好一点啊。可以可以，直接踩在那个杠子上面，对对对。这群妹子太闹腾了。这次更快是吧？对，这次多少？哇，去大大一分。好了好了，哇，结束了。哎，你超越他了，超越他了，超越他了。就比我差一点。一分二十二秒，就比小佳一慢一秒钟呢，哇。这个对手很强，我建议你还是手套不要戴，手套别戴。下一个新宝，戴手套。新宝来了，戴手套打滑。不是打滑，就这个项目不要戴手套，其他的都要戴。新宝，等一下记得啊，没有啊都要重来的。记得啊我，哎，抱歉，这群娘的啊的，我俩这边都是了。是吧？这都赶上你们了。包子冰只有幺五零八万，这个我一次。看我这个大长腿，看到没有？两米的长，你蹲在下面，你这样拍一米。看我这个大长腿，两米长，两美。啊、两米长，两米长，就没有包啊狗。大长腿啊，对啊，大长腿。这就两米的健身，看到没有？欢迎浩南，那是你们不懂事，兄弟们。新宝来了吗？新宝上。裤子要系紧点，不要走跑的时候掉下来了。好了吧。狗看了都。啊，他一直闻你身上有味。啊！妈妈，他一弄走，他一弄走。我感觉妈妈把我铺地上压着我。赶上你们消防的训练了，是吧？你是做消防的吗？音乐哥。没啊我，不叫，不啊没算呢。对。啊我。不要戴手套，叫你不要戴手套。没事，我到那里再弄那啥。没有，直接不用到。超过小黄超过漏了一个浪的脾气，我觉得值得呀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你要是四十秒，我给你一个三百块钱的礼物。我也给你刷一个，你是日本完成。哎，那凭这个，完成有三百，这里就四十秒了。还过这个啊？狗子没叫。啊！加一。这个前面去拍的那个。六百块礼物，如果超过四，如果四十秒内完成，两个。服务权限。对，服务权限。啊！没叫没叫，哇！你消防退役了哦，这样子的呀？这里也叫叫，九百块钱礼物，快点啊！啊！八年，我的天，这么厉害，
这狗子，对呀、啊，狗子比我差一点，我五年消防。滚！不要的，怎么骂我？你别吵，小白推下去，你个小趴菜你！哇哇！你个小趴菜！哇！可以吗？可以啊！哇！厉害这个！哇！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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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撑半下，一，可以啊，三，哇！哇这个有实力，对呀，愣住有实力，还有一遍，女孩子有这实力的表现，对呀，还有一遍，感谢丁丁，没动力了，凤总，还有一遍，赶紧，小包子，没有，皮老鼠，刚刚那一局是不太规则的，因为没叫安，那个到这后面了，都没安，到这个洞没叫安，这个洞一定要叫安。看不出来是吧？你先感谢订阅，这真没看出来是吧？牛皮吧？你说这话，包子会打你的。雪别让包子展示，包子会打你的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新宝计时没？啊了没有？啊！露露能再来一次吗？六个雪别让露露再来一次。我再来一次。是真不错，你知道这种活动的难度是吧？小怪怎么办？小怪可以的。小怪五分钟。你要相信他。就要一分钟了。你要相信他。我很厉害的。我知道技巧的，他们要的。啊，没叫。你身边没这实力的女孩，我们很能造的。感谢你们。都是很能造的。嗨，流星哥，因为你要安排他先玩呀，皮老鼠。安排他玩要六个雪条。啊！我去，我们这里都没几个人能一次过，都能过对呀，为什么他们都能过？对呀，哇，可以可以。村主太可爱了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一分零一秒，哇，还不好玩。对呀，可恶，竟然让他装到了。你个小白菜，你个小白菜，还有你个小白菜。桃子了，下一个桃子。桃子，桃子，你们说桃子多久？放着。没劲，说没劲，我们一会儿就搬砖了。六六六，厉害不？厉不厉害？快点夸我们。快点夸我们，桃子两分钟，不可能。桃子不可能，桃子，他说你两分钟。给你三分钟。他，你看，他看不起他，他说给他三分钟。哎呀，回首哥，桃子五十九秒，桃子。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你了。他嘴硬的要死。他全身他全身上下就只有嘴最硬，你知道吗？给你一次机会。弯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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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弯弯。弯弯，你感觉一分五十秒左右，真的呀？弯弯，那个前面那里啊，再看看我们是不是很大区别？弯弯握手，握手，哎，真乖，握手，这只嘞，这只嘞，另外一只手手嘞，好，弯弯来握个手。你不握了呀？你这么高傲的呀？啊？生气了。来握握手，握握手，握握手，哎，哎呀妈呀，真乖，哈哈，真乖，好狗。对呀、啊，手都很重。恐怖你一秒，骂我。背西两分十一秒，包子两分四十秒啊。两分二十秒啊，包子爬几趟了？包子你爬几趟了？怎么还两分？你两分多秒？怎么两分二十秒？两分，你都爬几趟了？我要挑战你！我要挑战你！我要挑战你！我有，他说有，我要挑战他。皮老鼠说有，不一定有这实力。感谢订阅。桃子说要超越你。桃子说要超越你。谢无聊哥。你先扶着先嘛，扶着开始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开始。给一次机会都超不过我，桃子。不一定。你要上去那。你要叫啊。行不行啊，细桃？你看那个灯，灯呢？细桃，你行不行啊，细桃？爬！爬！爬！啊！桃子啊！犯规了！桃子！
你再推一下。冰子啊，快点啊！啊，阿德好温柔啊！啊，不是，没有没有，从这里，继续从这里，对，匍匐前进。啊，把话筒想完了。啊！啊！不要笑，笑了就没力了，不要笑。啊！我以为他们会挺落的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好帅了，我也。哇！怎么你们都过得了？哇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这里？哇！这里没几个能过得了。哇！我跟你讲，我们这里除了两三个这样做得了，他们全部都要抬上去的。全部都要抬上去。对啊，你们全部都可以哦。比较小丑是我们自己。看一下。叶凡吧。哇！哦，小心一点哦。小心一点，超过他了，超过他了。你超过你了，包子，包子，包子，采访要点包子。我挑战，包子，你不要数学的啊！我申请挑战。第二次悬的，没想到啊，厉害！快点把六六六扣在公屏上，把六六六扣在公屏上，哎，小虾。我挑战的，来呀！来，桃子来，我挑战他，搀着先。桃子，他们都给你打气了，加油！浪他二十秒，天热了去我们我春晚，吃亏太吃亏了，浪他二十秒。吃亏，包子，包子，所以，包子，他们都在嘲讽你，怎么个事儿？我说了，我挑战他们，听不懂吧？啊？你说挑战就挑战。二十。哎，我们三十全力派。啊！放着你们吧。啊！桃子别笑，桃子别笑，不要笑就会没力了。你不是要跨过去吗？从这里爬不就可以了吗？但是我们要跨，你们那个是不规矩的。对，怪不得我说他们全都跨过去了，那我都没跨。对呀，都是一个一个，我们一个一个跨。你们是直接踩过去的。哦，谢谢申哥的情书，我看他踩过去，我说那啥我。谢申哥的情书。啊，谢申哥。小包子给我争口气，不要数说。不争包子争口气。还男生个。你不就是包子吗？你蒸包子干啥呀？哎呀，追风哥！哎，四叶草包子，你这里都要跨两分钟。我推你下去，你那里跨不去。你他喵的！哎，七月哥都把我推下去了，包男子，我要上来。他喵的！大大大大起来了。你小子把他丢下去，他都爬不走。我们俩一直练一只脚，真的这个拱着拱着，对，让开，帮我拿一下，拿着先，好，拍脖子，拿冰水是你的，好，好嘞，我们想看冰冰，好嘞，丫头，救命，快点，先抱，快点，再见，包子，再见，包子，再见，我抱不了你了，拜拜，包子。再见！啊，下去了！哎呀，下去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下去了！我抱不了的，为什么要我拿手机？为什么要我拿手机？包子变真惨！刚把我扔进的坑里面去了。我把你丢进去，谁能把我推下来？你赶紧把这不新衣服弄脏的不能吃了。来，好玩，其实是啊，很好玩的哦。来，直接上。你这裤子都已经那啥了。桃子也可以啊，必须两个个都行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很爽。为我们队争气啊！没有那个，没有景区耶，这里没有景区。快点叫！啊，不叫的呀！啊，快点，啊出来！不叫，回去！不对呀，啊，快点啊！
警觉。凤凰城张家界有点距离，有点距离，快点啊！哎，龙王哥，鼻子现在身高优势，不能过，你能不能？你让他们一次哦，你让那个毛毛去，加油！他这里走过去，丢脸丢脸！他们高的在这里走过去的，这样子的吗？这样子的呀！身负重任，你知道吧？多少秒？五十秒完成，赶紧！五十秒，四十秒，我记录39秒。来，计时。好的。人生百态。3、2、1，走！开始！哇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小心我。10秒搞定！啊！哇！哇！一次过一次！好，晚风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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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劲了，我太难了！加油啊！加油！还有小黑粉，还可以，可以。哇！一个就爆50啊！谢谢神哥，大气大气！大气大气！这女生，这女生，女生好白，对呀，好白呀，一个就爆了，谢谢神哥。那我们回去了哇，好 ，OK， 我们回去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走啦，安无伟卷，谢谢神哥，好白呀，一个爆了50。前面记得有孩子，回去烤鸡，很会飞的星星，45秒，安 KK 哥，牛皮。我看他们玩，我知道怎么玩的。鸡飞了，不会的，鸡在这呢。对，我们在一个地方啊。韩若叔叔，宝宝，我要走啦，宝宝，宝宝，看看，宝宝，我要走啦。还是厉害，你会发现鸡不见了，不可能。呀！发起吧。宝宝，宝宝，来。贴贴贴贴，宝宝贴贴，你上当了，不用喊的。啊！
对呀、啊，这阿拉斯加。嗯。啊！你舔我，妈，你舔我。你好乖呀，是不是？拿得动不？拿不动了吧？放后面吧。啊、都行啊，挂哪里都行。嗯。只有包子喊着呢呀。这个呢？能打开吗？能。放开那狗，你来哟。怎么不开？开。哎，开，开开。放在下边。这样子放吧，怕漏了，怕漏了。对，立起来，怕漏了。里面那啥，欢迎三三，这种村子才是娱乐的源泉。嗯，没毛病，好玩的嘞。你常来看我们，你会发现有更多好玩的，真的。谁呀？月月哥。哦，对呀，月月哥。是的呀，又开车，赶紧开车，不能走路啊。扛着鸡跑，问一下他们想不想吃。问他们，去问他。不问了，不问了。等下被抢了怎么办？我自己，我可不考虑这么久。汪汪，好重啊！好重啊！等一下，怎么搞？怎么知道？哎呦！汪！好，上来，上来啊！乖乖。没关系，你看看我的裤子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手套呢？拿鸡。等一下，我来。来了，哎，洋洋。按薄荷哥，三个人，对啊，我们三个人呀。好 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，走吧。你要去哪里？回去，我们伞那里。我要问他。啊。按薄荷哥，哪有？谁说的？我们不超速，我们没超载。对呀、啊。又没超载，又没超速。对，我们又没超速，我们有驾驶证的。好，我们有小毛驴驾驶证。我是 AK 个的虎娘，再搞几年这个村子就先打卡了。那个爆胎怎么能这么容易爆胎？啊！感谢各位订阅，欢迎繁星来了我。直播嘛，那陈淑婷，感谢哥虎娘，年轻人都进城了，嗯呢，年轻人都进城了，欢迎阿浪哥，阿卡公会啊，酋长。
安开心的头盔呢？你拿个碗杯，还有两个桃子呢。桃子，你拿一下后面的这两个，这个要用钥匙开。欢迎春秋哥，跑这么快呀？不快，你们开的不快，不快，真的，我们开二十码哈，我们才开二十码，我们开很慢的。你们是飞得太慢，没有小乖这么猛吗？嗯，我跟你讲，顺哥，刚刚小乖下坡都不刹车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妈呀，下坡不刹车直接冲我，我的妈呀！不行，下次得好好说说，不能开这么飘。谢谢顺哥的情书，谢顺哥。还有炭，给烤完没事。我们挺有耐的，谢谢小乌鸦哥的情书。抱住。是吧？这要不要再放点炭？不用了呀，还不快，头发都吹飞了。鸡还在，我带鸡去了。我们把这个鸡带过去了。对呀。还要那啥吗？还要这样子给它架起来吗？还要架吗？还有一个在路边，算了，反过来。问你个事儿，你说实话啊、哦，你说啊，怎么了？过弯不减速，对。你说怎么了？吃饭，我们吃饭了，兄弟们。我哪个学校？不是，那真不是。这个鸡是我买的，这个我敢打包票，怕直接秃了。秃了，他说掉头发都不敢坐桃子的车，怕吹秃了。没有，是本来就秃的，一吹更秃了，没几根了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开那么快？我第一次见，真不是，这是我花巨款买的，很大成一个。我不骗你，这个是我花巨款买的肉鸡啊。肉鸡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就是吃肉的鸡吗？啊呸，没校标。对呀、啊、就自己买的呀。吃饭了哇，一位哥，你吃了吗？多少钱买的这只鸡啊？这只鸡有点大哦。要带过来吗？多少钱呢？我要看一下，我买了好多啊，我不知道了，反正还不算特别便宜。还有个肚子，50以下的是肉鸡，差不多吧。像瑞斯塔肯定不是土鸡了，土鸡我买不起，土鸡得上百块嘞。还卖热个，我没想到你也很厉害啊。我也没想到啊，你们都这么厉害，你们都是这么厉害，都是反差。我土鸡得一两百块钱，对，因为我买过土鸡，我这里。去年养了20只，养这么多土鸡不要，要土鸡我上次买200块钱，100到200之间吧。哦，主播帮你养的呀？那最后鸡呢？那个土鸡肯定那个。我之前也有养，我有养鹅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给我吧，可以了。快递给你的，杀好吗？杀好，快递给你的呀。这鸡不小了，这鸡有4斤，3-4斤了。没事，你以后想吃鸡，我们这也有，也是土鸡来的，就是比较那个。蜂蜜，蜂蜜这个倒没那啥。
鸡我们倒可以，蜂蜜的话我不行，给你们挂一个。哪里有时间，时间也吃不完呢。既然吃饭，这个鸡不是那啥了吗？这都凉了，得烤一下呀，肯定要吃快餐的呀，鸡是鸡。哦哦，我知道的，老二，是不是老二啊？那你这一说我就知道了。你以前在他家玩吗？我，你以前在他家玩吗？还回忆着，他现在没播了吧？还行，我可以那啥，你很多地方玩哦，这样子的。没事，蜂蜜我们不会搞，鸡的话我还是可以给你那个的。鹅肝，鹅肝，鹅肝，没吃过。安包副歌，安不小个，嗯。可以的哇，好久没看过他了，谢哥盯着。哎，音乐太深。感谢哥盯着，还有人通过。17斤蜂蜜，可以哇！嗯，胖胖，你看饿了，吃点吧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，同志们？太早了，要不再吃点，我要坐着，真的不行，新宝眼睛好像打不开了，谁做的？11点钟吃午饭，这么早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低头吃饭，这么早吃完都饿了。我们吃饭都吃的比较晚，如果自己做的话，就要1点钟。啊！我的菜啊没了！我怎么那么惨？这是我凑的。含泪抽的纸巾，含泪抽的纸巾。呸！不能笑，我大喵的。你为什么要笑我大大？我喷饭了。我好惨啊！大大说我的牙齿太热了，我让它出来凉快凉快。我喷饭了，我操！都怪那个狗。我没上学的。谢谢森哥的礼物。我跑了2圈，很累的，家人们。我还跑了半小时，不要把我们打翻了。是吗？我还有饭。不用不用，他是太打翻了。太倒了。我这边没事的，你要不要？不用。别哭别哭。还叫啊？还有吗？还有帮新宝再凑一凑的吗？那孩子，吃个饭吧。欢迎静哥啊，静哥好呀。我还有个鸡蛋，哼！真的是饿死了。哎，你看到很字啊？啊？没有啦，刚去送你出来了吧？吃好这个鸡蛋是在饭里的，没有找。
还没这么快。皮应该可以吃，你可以。对，皮可以吃了。好。肉的话应该没这么快。好。安全木马，寻宝好惨啊！好惨呀！上学了。好惨。欢迎哥。他们也出教练。嗯，真香，信宝，好香啊！这皮可以吃了吧？好吃吗？有味吗？可以。有盐吗？有。凉了，要给它加热。嗯。给它反过来加热一下。看吧。嗯。有乐趣，那必须的嘛。这要调过来一点。工作娱乐结合结婚，啊，结婚就。这个给这个菜就给狗狗吃。给你家小乖定，可以。OK， 没问题，香哥。还有王先生，中间妹子知道吃，谁说的？我都饿了，我今天跑了半小时。对，他今天跑了半个小时。今天跑步跑了半个小时，还去爬了两圈。他明天还要我们还，不行。加鸡腿，嗯，必须有个桃子吃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也有个。吃饱喝足，肯定要吃饱喝足的。还有四个子。加薄皮了，嗯，不然放牛粮。我有这个肉，你要不要？我有这个肉，你要不要？这个肉熟了，你拿个刀。没刀了，那个刀剪吗？那个我带的刀不见了。我带了一把刀的，它不见了。熟的。嗯，真香。剪啊剪。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五个，嗯，这个跟焦点很好吃吧？好吃吗？嗯，焦点的很好吃，还有初心的，嗯，垮的，赶紧订阅，谢哥订阅，衡阳。那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不爱吃吗？户外主播以前的话，我认识是认识，但是比较少接触，因为这个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。你以前是经常玩户外吗？户外主播，反正对面好像不知道哎。户外颜值都玩哦，还有王富贵，还有失落的痛，还有把刀子。有听过，尝了解放西的，好，那一群面的鲜，欢迎周玉田，
还有两个。你不要吗？皮好像这个没有这么有味，是不是？嗯。料放少了。应该要多放点。料放少了。还满意我。一家自己吃吧。好像是这种，你吃完等下饭都凉了。我不吃了。你吃饱了呀？吃饱了。嗯。现在不应该是休息时间吗？刚从白酒撒上去，撒这里面。什么东西？没有白酒呗。欢迎接新的。明天我们做不一样的，像喂养狗的回来。明天我们做个不一样的。好吹呀，妈呀！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俩本来可以吃的，但是输了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本来可以吃的，亲的，跟本来我们赢了，我们可以叫他们请我们吃一顿烧烤哈，烧烤也很贵哎，我们里面啊啥，请他们吃我们一顿烧烤，他饿了赔钱，嗯。还有哪有我赔钱？哎，皮皮莫啊！嗯，哎，坐坐喝碗粥。我哪吃得起烤全羊？我的天！一个烤全羊得多少钱啊？几千块钱要吧？那几千块钱我得挣多久才能挣得回来啊？谁给我发信息？三分小料，小心肉肉资金都上千了，这么多啊？我没有啊，32一斤，杀好的羊32一斤，一只烤全羊多少？嗯，又有两个美女啊！我有一年养的羊被别人偷了，中间的是厨师，不是呀？不烤狗肉，这瓶帽子回来，嗯，烤这个，三十吨，不小心加了小新的名字，嗯，啊，又可以让我后悔几天了，什么意思你？哦，小心肉肉啊！啊，肉肉资金都上千了，肉肉昨天5个回忆哈，我的妈呀！5个！不是藏宝图吗？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回忆哈！是刷的还是？我现在连回忆哈都没见过。爆的，还没一次。你就刷的吧。爆的。爆的呀！总说是爆的，一起爆的。我天哪！5个回忆哈。我的妈呀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五羊一号。可能他也刷了不少，他爆了。对呀，羊都被人家顺走了，单身狗啊。你吃。那赶紧去礼物栏看看你那庙的。5个啊！我的妈呀！六品我都没见过的，一根都难见，最后5根。他这两天天天虎牙一号。对，这两天你怎么知道他天天虎牙一号？他就在我门口播啊。哦，他就在你们。叫的比谁都大声。天天都。
说他的声音好羡慕啊。说回来一下，嗯，昨天的是鸭子，今天的是鸡。好像不是前天晚上是一个吧？哇，昨天晚上五个，前天晚上一个，五个，那么多啊？这么多，哇，我也想挖。哇，好羡慕嘛！明天是鹅，不，鹅太贵了，我还。羊多少钱买的？那个羊我买它的时候花了3000多块钱买的，2000多3000块钱好像是3000块钱吧。村里的鸡都不都烤完了？不会的，安姐夫，这么白，我的天！我们的虎牙一号是不是都跑他那里去了？我们的虎牙一号，我们没有虎牙一号，藏在里面的，没有大哥给我们撕，然后他说算了，没有大哥跑那里去让别人撕了。我搭那棚子，养羊那个棚子搭了我3万块钱，又没养了。后面，让现在我都养狗了。养羊啊？嗯，以前养羊被人偷了。哇，真的吗？对呀，血亏。羊还是挺贵的羊。顺手牵羊的被别人吃羊肉了，我养了3半年。羊驼不知道啊，因为没有我带的刀，这是剪刀，不知道丢哪去了。我明明放在袋子里面的，然后现在没了呀，就只能用剪刀来了呀。是叫剪，还半梦半醒啊。来，我来，我去那里弄这个剪。要不然我们这个鸡不知道弄到啥时候去了。嗯，这个拿下手机。还冷的，手撕啊，大口吃的。嗯。哎，老鼠脏，胃口真好。那不去的嘛。还梦醒哥，还有休息哥。欢迎梦总。对吗？打旁边吧，把这根，要不然把这根棍子给它扒拉掉。小酒，我们不喝酒呀。这怎么会歪的？就是一桶啊，我把它背歪的。我来吧，你放着，我来吧。你就放着嘛。要不要翻吗？还是就这样？嗯，在外面吃饭比在房间里面吃要香得多，要吃得多。那不就是老二你说的这些？没有讲那啥就行了。嗯，欢迎子季哥，再吃啊，现在就再吃啊，边吃饭边吃啊。小美，这个是小乖桃子，这个是金宝，嗯，是吧？秋天的吧，秋款。看着好冷，巨冷，饭都凉了，饭都吹凉了。我还没。换，有什么瑕疵？凉了，多吃了。
烤鱿鱼神话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嗯，好好吃吧？嗯，好香啊！来，好香吧？还有吗？这个这里。火不小了，来，来，爷爷哥，吃一个。嗯，你吃吗？你吃吗？还有木龟，好好吃哇！嗯，皮最好吃的，熟了，没事，你真没事。嗯，好吃。你好可怜，哼，嗯，好好吃吧，好香，还出新的，好香啊，好好吃哦，你们吃吗？还有一万个，啊，安华华格林糕。看着不熟，谁说它熟了？熟了，这个鸡腿这么瘦的，还瘦吗？这么胖？那么大，你看这里。对啊，你看这么大。哎，被你炖的那台不也是？吃啊，先保存。我想吃这里哪个？不然等一下以后说跟着大大混三天二组饿了。啊，都怪我自己，把饭菜弄倒了。三天二九顿，太难了。明天吃烤全猪吧，来，呀呀呀！用手吃这啥？嗯，我们要斯文的吃法哈，是不是？桃子？对。嗯，是吧？我们吃法很斯文的。我们昨天开始团播呀。前天。不昨天吗？哦，前天，哦，前天搞那个，搞那个东西啊、哦！对对对。前天我可以弄一下这个碳吗？可以啊，弄啊。不放辣椒不好吃吧？有啊，我用放辣椒腌的呀。饿啊哥，消耗体能的嘞，我跟你讲。真的饿啊，我不骗你，很耗体能的户外。我先封起一个，嗯，这个玉米，玉米说它还能熟吗？感觉烤了个寂寞。不能说烤了个寂寞，只能说回去加工。对对对。还晃来晃去，一个人烤两遍，太好了。不要戴手套比较好一点，戴手套打滑，没必要。哼起，哼起，我不砍柴呀，我不砍柴呀，撤撤撤，哎呦，撤！兄弟们撤，兄弟们先撤，兄弟们先撤。鼻涕了，感冒了，吹了四个小时、五个小时的冷风了。哎呀，吹了五个小时冷风了，吹到估计有点那啥，回去喝个姜茶。没声，真的没声，不声。你们有姜茶吗？回去喝点姜茶暖一下，怕感冒。你扛冻了？妈呀，我巨怕冷的哇！我跟你讲，我是最不扛冻的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扛冻，巨怕冷。那啥，别人他们就是
这么冷的天，他们里面穿一件薄的，再套一件那个羽绒服，他们就觉得不热了，没不冷了。哇，我不行了，我里面要套保暖衣，再套保暖衣，再穿一件毛衣，然后再穿那个羽绒服才行。太抗冻了，我真的，我几乎冬天我穿两件保暖衣，都是那个加绒的。韩曲曲不是虚，是怕冷，你知道吗？很冷，不禁冻。谢谢蜗牛哥的气枪，谢蜗牛哥。谢谢。我们在湖南的，在湖南湘潭。嗯，我在这里杭州。对呀、啊，你在这呗，在这呗，你在这呗，看得到你啊。肾虚，肾虚是这样子的表现吗？按500鲜黄包。肾虚是这样子的吗？怕冷还待几个小时？欢迎命运哥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想跑里面，可是呢，这些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想的那啥的，你想就可以的。肾虚会流汗，女生会肾虚吗？不知道啊，别人上次我听过一个那个，他们说女的也有肾吗？我惊呆了，肾虚是阿斌那种进炕就上不来的，进坑就上不来那种。他赶紧订阅，他不是肾虚哎，他是脚腿团。节目的效果对，谁说他没力？那是打架的时候他巨有力。对。那我不知道，但我看他上不来是真的。他的腿都够不到上面。好，无情嘲笑是吧？桃子嘲笑人家，真的是。我笑了，我直接上笑晕倒了，我要。哎呀，回本。原来桃子躲在旁边的那里偷笑。我可以一直笑。你好，青宝，你也一直笑他。嗯，兜里一个。他我还没完，前三个，在我那，桃子，给你机会超越我。三分钟，桃子，再说你三分钟。哎，想你心疼，他以为你很弱，你知道吗？谢谢比比莫的樱花，谢谢比比莫。小鸡说：“桃子，我们隔着呗，我们隔着呗，对，隔着才看得到。”过来，嗯，哎，南瓜叶，把它吃了，把它吃了。吃了它，吃了它，兄弟们，吃鸡了，吃鸡了，对，吃鸡吧，吃鸡吧。呸，说鸡不说那啥。这个屁股好肥。哎，年少哥。哎，安俊哥，安开心哥。不知道，是不是掉了？掉的是吧？掉了，是不是掉这了？没，是吧？哎，好像是，给狗子吃吧。嗯，给夹起来，狗子上。嗯，对呀，狗子，富婆，快点吃肉，还有乌老哥，农大，还会吃，农大，我靠，这个风吹的打都打不动。好像明天会更冷，明天更冷，对，看下明天的天气吧。要下雨了这一天。嗯，今天才九度，哎，不会，明天十度会好一点点。欢迎小虎牙哥。嗯，一度之差根本没什么太大那个，所以你们要多穿点。过两天要下，明天应该不下。过两天要下雨，再过几天就大太阳了。要晒死我们了，晒死你们，真的呀！嗯，我情愿他晒死我，我都不想他冻死我。我也是。算吧。真的。手有没有晒黑？有啊。上面是白的，下面是黑的。你们这就黑啦。嗯。差不多啊。我洗澡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天哪！我的手，你这个手，好黑，你看这里，这里。对。我白不白？白。信你个鬼！真的白，你看不一样的吗？你看，他们哪里一样？你看镜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你们看，现
明明我不是，我不黑，我真的没有这么黑，我不黑，黑是指那个黑，就是黑皮，我不黑，我不是黑皮，我不是黑皮，我跟你讲，我只是不白，我不黑，我是黄，我的是健康肤色，不是黑，不黑，真不黑。欢迎熊猫哥，对，玲玲那这才是肤色是黑肤色。我说我的是健康肤色，小麦色，黑不是这样子的，真的小麦色，我这个叫，我这个是小麦色。小羊的手挺黑的，因为他们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黑白这么明显吗？因为他们白，所以晒黑就会更明显。是的，没错，是真的。像我这种，我的是黄皮，应该是黄皮，我这个是黄皮，但是不是那种特别黄的皮。哎，老毒翁，哎，不跟你争，嘿嘿嘿嘿嘿。你们听他的狡辩，你们听他狡辩。对呀、啊，又不听我狡辩。嘿嘿嘿嘿嘿。一天天听他狡辩。是健康皮肤，对呀，你也感觉就是黑。你们感觉错了吧？啊，擦出去，把这些小黑粉全部擦出去。这牌子不明显。欢迎听歌先生。你们这一天天的什么人嘛，就知道损我。哎，损我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损我。那啥的时候就知道那，哎，你们快点吃鸡啊！不想吃了，被他们说的都没胃口了。你们快说他白，等下都不吃鸡了。哎，屁嘞！你没听过人家那非洲人越晒还回去非洲还黑了两个度吗？太，我们这儿太阳太毒了。屁嘞！我跟他那个颜色。哦，好像他们要的。欢迎新泰哥，景色挺好啊。弗兰呢？弗兰湘潭。弗兰，安清晨哥在弗兰湘潭呢。安老祖宗，不吃圆圆一口吃完，不给圆圆吃。我想吃皮的，皮才好吃。那你就感觉吧，比我白的多了去了的，这有啥呢？而且黑的又不是我一个。哎，南之君，这是鸡，什么青蛙？昨天的是鸭，今天的是鸡。青蛙，青蛙都说得出来了。青蛙有这么大，真的很像青蛙耶。青蛙有这么大呀？把床搬来在这睡一晚上，估计都那啥了。你他喵的！好，损我就是这样子一套一套的，是吧？平时说叫你说话你就没话说，损我的时候你就一套一套的，是吧？我懂了，赶紧念。牛蛙长不到这么大吧？脆呀、啊，很好吃哎。好，我又懂了。嗯，你们这些人呢？剩下的给谁吃？我们吃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会吃完。实在不行回去加工啊！他没那啥，他在 CPU 我，对我也觉得。他是 CPU 啊，关哥订阅，我懂了，你们在 CPU 啊，就是因为，你看，那啥时候就没有这么多人出来，只要一损我的时候，一损我的时候，全部人都出来了，十句里面挑不出两句是那啥的，圆圆不给。
今晚上回去加工，再给它爆炒一下。哼，嘎嘎香。好，那我也用筷子。嗯，他卡我牙齿。我哪里皮了？我一点都不皮。水伦那时候有话，经常聊天的，不知道说啥。我又懂了，我又懂了。感谢各位订阅，哥们没点订阅可以给大家点点订阅哦，点个订阅吧，点点订阅哦。还没老板。嗯，累了，累了。为啥用筷子？他说我吃相有点不好，所以我就选择用筷子。来，你们吃，嗯，嘎嘎香。嗯，对呀。点点订阅不迷路，对呀。在经历中长大，嚯，我都成长成巨人了。天天说我，新宝怎么不吃？新宝吃饱了，没心情吃了。为什么？太倒了，吃两口菜倒了。我不，我不，不疼啊。你们因为你们不经常那啥呀，我是经常磨着脸。那两个也是主播吗？嗯呐。心在痛，对，心在痛。对，心在痛。啊，差不多了，走了，回去了。嗯，收东西了，收摊了，收摊了，兄弟们，还有没有个点点订阅的？磨什么？就是刚刚去他们那里军训那里的呀。嗯，对。桃子多吃点，小虎牙说桃子多吃点。好的，哥哥。你们可以给桃子跟新宝点点订阅哦，哥们，他们晚上下午会开播。欢迎开心哥。哦，好人呢，太冷了，那早点回去吧，我们早点回去吧。好，好，收拾东西。太冷了，别等下真的吹感冒了。明天还在这里不？明天呢？看一下明天还在不在这吧。还有菜菜爱吃糖，还买鱼物，我们收东西啦。兄弟们，我感觉我屁股好痛。你屁股好痛？因为我不经常运动，今天跑了半小时，要去那边跑两圈。吃饱了应该干什么？准备那啥了呀？要让他们回去了，很暖暖。太冷了，我的天，冻了一早上的。啥时候下播？现在呀。现在呀，你要那啥吗？我们收了东西，我们就回去了呀。我的老妹儿了，我妹上学的呀。不弄闪现，我要把东西收起来，我要把东西全部收起来。很有形象的女孩子，不要说出来，你说出来我不跟你玩了。就是那些娃娃放在一起，那些喝的就另外用那个白色袋子装吧。兄弟们，不要听皮皮莫瞎说，妹不要听皮皮莫瞎说啊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人，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人。
痛呢。真的好痛啊，我的屁股。你今你明天你明天会不会那个？你明天我可能走路都是歪歪的。明天走路都歪歪的。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其实是一个很害羞、比较社恐的一个人，真的，我这人很害羞的，又腼腆又害羞，然后呢，就是见到陌生人都不敢那个脸红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陌生人，我见哎收了。真的，我见陌生人我会脸红，不要像皮皮娃那样子说我，我社恐来的。给三元，还有北海一个，嗯，给三元的来。没有。你看，我说出来你们又不信我。酒精面，冒两碗粥，酒精面捞汤一下粥。你帮桃子揉揉吧，不要，桃子才不要你揉。你小子又想看看，还有个，真的啊，我骗你干嘛？我是一个，我是我们村最乖的一个小仙女，我们村最乖的一个人。我哪有净忽悠第一次看直播的大哥，哪有忽悠你们？哪有忽悠你们？真的，我这人，我们村是我最乖。发誓，还不信我？这个盖子了，这个这么大。哎，对呀，你们这都行。明天就盖，放这儿吗？还是你要带回去这个？还是跟这个一起？你要带回去吗？信我们，下次见到你打招呼。那你可以帮我们凑凑，那你可以帮我们凑凑资金吗？然后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可以吃顿火锅也行。我这种天这么冷，吃火锅最香了。哎 ，nice 的。对呀。看见闪电了？哪有？真的，我们村我最乖了。我都那啥，乖乖女就是我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，你看像我回去，又勤快，又那个又有礼貌是吧？然后又乖，我是我们村的那个，真的，我骗你，我又勤快，啥我都会干。感谢订阅，这么勤快的一个女生你们见过吗？没有吧？对呀、啊，上的厅堂下的厨房，又乖又不乱花钱。大家自己都害羞了，好害羞啊！自己说的自己害羞了。哪有？没有。那个。你我的小爱，不乱花钱，真的。哎，你报销不付钱啊！你看这个就是浪费的，你看这个就是浪费的。他问我玉米要不要丢掉，我都不能丢。是这个，我看这个已经烤成这样子了。回去蒸一蒸，它还能吃。熟了呀，你信？哎呀，水上漂，你来了，差点信了，真的，我骗你干啥？这鸡怎么办？拿回去。这个解开，有没有袋子啊？太会过日子了，真的，差点黑怎么办？啊？我直接用车开着那个的，
就是放车上然后弄过来的。两趟。还有五几个。那我们先去一趟吧，然后再回来拿其他的东西。嗯，行，行，行，还有五几个，我真的啊，我奶奶都夸我怎么这么乖呢。妈看到我都心疼，你知道吗？还扛把子，骗你们干嘛呢？一跟你们说这些吧，哎，你们就说我骗人。哎，这是，哎呀，我买的，感谢客厅啊，提哥，撇下头发你都不相信是真的，哎，哎，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呢，哪里去了？我妈老心疼我了。你看我的鸡皮疙瘩，脸上的鸡皮疙瘩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们看出来了吗？你看脸上的汗毛都出来了，都立起来了。东西还真多，对啊，我一大早美颜开太高看不到，真的呀，美颜没开多高的，你看我，嘿嘿嘿，嗯，关羽哥，欢迎谢文东。好冻哦，这么冷的呀，巨冷，超级无敌冷，里面也熟不了，熟得了它熟了，黑眼圈真的呀，走，拿鸡拿骨鞋拿这边洗香菜。嗯，我这多少度啊？个位数，七八度啊。七哥都好久不见你了，七哥。七哥，你最近干嘛去了？先把一些，扛外面去吧。你提，要下播休息了吗？要那啥了？表演的好像。呀，你他喵的！我一那啥你就说我表演，这个态度吗？我来。然后拿下那个提的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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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我不忍耐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一点都不忍，兄弟们，我好热，我好暖呐，我好暖呐，哦，我一点都不冷呐，兄弟们，我不忍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你们凉不凉快呀，兄弟们？买了两只猫哦。妈呀，那现在猫怎么样了呀？猫瘟就有点严重了我。
好好看路。好嘞，我现在不会掉坑里去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走路老稳了，我这脚扭了两回，一只脚，你不忍那你就不义，还挥上，哎，谁不忍？我不忍，不是不忍，我不忍。欢迎关羽哥，我不忍呐，我不忍呐，我一点都不忍呐，我一点都不忍呐。嗯，那年我双手爬兜，哎呀，不知道什么是对手，哎呀，还好吧，应该度过危险期的，那就行。猫，只要狗子生这种病很恐怖。你给他调，你有没有搞啊？猫哥哥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雪山的，雪山难的呀。欢迎猪猪，欢迎仙老头啊！你要发烧的，我为什么会发烧呀？嗯，这个垃圾给它收起来。这个不要了。这个要，他等下还要那个呢，拿得到吗？都在附近，嗯，还地瓜。还冬月初九。我马啥时候放假？刚开学就放假了，还有个架子没拿。我不是，我是个弱女子，人家是个柔弱的小女子。文字彬彬，王先生，还有个夹子跟玉米没拿，没拿到。还梦境哥，那些能拿到吗？还有个夹子跟玉米，好多东西啊！腿的，刚刚好像毛线，好笑。很无聊个，我先那啥，我先这样子走吧，把这个等一下小心，他过去了，然后他再过来拿就好了。嗯，我要走回去，他还没下播。你要走回去啊？嗯，我走了。好，你们慢慢搬吧。好、嗯。这个要不要留在这边、啊？看你啊，叔叔对你太好了，关照一波。谁呀、啊？你要带回去吗？还是放这都行啊？放这的话就放那个面具那里面。对呀、啊，放那个面具那里面装着，还三个打不鸟。谢子墨哥的火粮。耶，这个玩意好了，我走了。啊、好，感谢哥订阅。放这不会被人偷了吧？不会的。还有个点订阅吗？吃完就跑，要走了呀！他要走路回去了，要走路回去。拿得到不？感谢订阅。
吃鸡吃了呀，他住我们刚刚去那里。还有妖怪一个，拿得到吗？放哪里？那个先放我刚刚呀，然后转去拿个头来了。我熬的呀。哦，然后转到那的。那先拿给个拿转先，没还是你挡个转先，挡个转先呗。那是哪转先吧？这过啊。你这个转先，你这过来。嗯。看见没？给到就难倒先，拿给个伞那边。那个伞那边上，你哪能给个呢？我说带着转先，这样好放。哦，一下就来。嗯，就做一下小嘛，然后没，你先来了，就你先骑过去，然后就过了小，一兜了小一下带小嘛。哎，我骑了就不拿。啊？我骑了就不拿。没，你给先帮我拿着了，干嘛？啊啊。小福，嗯。不是。在想怎么把这玩意给搬回去。谢谢。那他是哪种灯哪天？灯二分，你等他，给这东西二分。还有九个。我这东西不用。还有九个了。红绿。看放个地图还能还得一些吧。啊。还能得掉，慢点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拖回去，对呀、啊。嗯，回去吧。嗯，可以。那你先来的啦，等下给抖一下，俺弄个的，给脚干。哦，你是我先过啊。哦。哎，我有个，帮忙带点东西回去呗。可以。帮我玩那啥。哎。干嘛呀，富婆？对，这些还有这个，这个凳子好棒不？哦，可以。哎呀，有个条你要摸一下。那条没修来的，还难了呀，不难了。那你再打个摸一下。那些东西要不？要这个竹子要。好放不？好放。都得毛衣搞。这个凳子可以吧？凳子可以带着上吧。没小毛驴吗？有。那走啊，你那个，嗯，我走路，骑呀，骑上去冒来的，哪个？你这个，我直接拿着呗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我就这样吧，啊，可以，有啊，老铁。好冷啊，我的天哪。走到家又笑坏了。那里有人。种了棵树吗？还得开。欢迎北伟哥，北伟哥，好呀，你哪有媳妇？
掉。感谢各位订阅，喵的又给我掉下来了。没肩膀，谁说没肩膀？你没看到这里有个东西了呀？阳光个的好凉，嗯，气死了。哎呀，没有了，就这一点了，哦，就这一点了。我都说了，我早起过来的。还要晃来晃去，我提前拿过去的，提前开了几趟，很开心的小曼妮。嗯，菊菊，还老多风。那我种啥吗？自己。你种东西呀，啊，谢谢凯克的粉丝牌。打脸时刻到了。什么打脸时刻？他问我啊，那不得那啥呀。没有收地笼了，还是随风哥。好了，我到了，兄弟们，我要下播了。嗯，欢迎阳光哥。好了，我下播了。本来就是，啊，那他问我，啊，我不回人家呀。还牛牛。我走了不？哦，下播了呀，下播了呀，累死了。嗯，拜拜，好。